谁呢？刚刚其实那个人已经来找我了，但是我在练舞，我在练习，所以呢没有时间搭理他。妈呀，他们还拿胶布给我粘住这个门，咋的？不想人偷窥啊？看这个人在干什么。你说那个最后那个是吗？哎呀，看这个人，董姐好。对，紫色的，你是在长沙啊？哎，你身上好臭啊！我膏药味，好臭，好烦。哎，小月老师，原来你在这，小月老师在憔悴了，但是他剪了一个很帅的发型。是睡出来的啊？是吗？对，今天是我们人最多的时候。是吗？啊，昨天六个是吧？啊，昨天六个。哇，嗯，你在拍我干嘛？毕竟是你的 vlog 啊，我总怼着我的脸拍也不太好。好吧，你们去练习，我就来看看你。拜拜，你们上课，董姐拜拜，小老师拜拜。然后孟佳嫌我臭，我这个全身都贴着膏药，没办法，太痛了。啊，今天又是我来例假的第一天，我整个人就要废掉了。肚子上贴了个暖宝宝，然后我的两个肩、脖子、腰上全都贴的那个。六个还是七个？六个，然后还有那个小点点，穴位膏药再添了一点。最近静姐很爱这首歌。好嘞的，好了，我去练习了，拜拜。今天要上台彩排，我们表演的歌曲是张艺兴的《莲》，这个我们加了非常多的元素，然后舞蹈也真的是挺难的，有 crumb 跟 hip hop 在里面。来喽！的造型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会还有一个三股辫，但今天变的是两股。今天是我们走台的一天。但是呢，我们第五次的公演呢，还有一个个人 solo 的表演 PK show， 对，然后可能会没有时间换装，所以我们在尝试，各种辫子的造型。然后呢，我的solo 表演的是一剪梅，我的服装我选的是一个旗袍的服装，我想说辫子的话应该也会合适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，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连的走台。我们现在还在练习，现在是4:15，就是你知道两个舞台要用同一个发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。然后这个辫子呢是我从我的舞蹈老师那学来的，它就是两个发圈把辫子都编在那个发圈上面，然后就变成一个长长的这样的辫子。嗯，因为我们的服装是全黑，所以还是需要一些些颜色的。我觉得我的 solo 我就把它摘下来，我直接用辫子这样扎从后面，这样子扎。如果改不了发型的话，好看的。我们现在准备跟杨澜姐姐录个 ID。哇，你这个头发真的是现在是像金毛狮王一样，你往下按一点好吗？累不累？累不累？我一天要出汗，头发就是这样。你说来来，你这个后期给我加滤镜啊？没有滤镜，你就是最抗打的颜值。哦哟，怎么样，盛怡姐累不累？累。好，静姐，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搞这个辫子？我们这个脸？我不知道。啊？辫子代表了我们连的态度，我们还会练威亚、脱威亚、穿威亚。
在在改装。大米，给我拿个巧克力的口红，拿那个香奈儿的那一支，然后还有美宝莲的那一支，巧克力色，可以吗？等加这个加这个好一点，妙巴黎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哎。看一眼啊。第一次画全包眼线。啊，真的吗？好看，那个白色的眼线很不错。静姐的头发，哎，我在拍你的头发。哇，你看，你看静姐的口红，我的天！你拿出来这个是给我看壳吗？珀丽安的。哦。哇，哎，这好美啊，我的天！好吧，这里有好多色，在这里。另外一个金色的。哇，太牛了！你喜欢吗？我非常喜欢。哦，紫色，紫色也好看。为什么我都没见过这种啊？当然了，滞销色。滞销色，你看这什么蓝的、绿的。黄的 Murphy 哦，这个颜色厉害，对，金色的，这是金色。这个你有的。第五场对，这我有，这两只你有的，是的，这很好看。占取物的抽签。哇，这好美哦！不知道是谁家的，当时想找蓝，所以就找了这个。请你告诉我一下，我真的很好奇，那个人鱼眼泪珍珠粉的那个，我从来没看过有那么粉的。口红就是你三公的时候出来的那个，那就是叠涂的，叠涂是不是用了 Tom Ford 要上啊，粉的加这个，哇，那个太牛了。嗯，你是要弄这个头戴吗？你是要弄这个颜色的是吗？不是，怎么的？那这是什么吗？就是试一下这个。静姐说郁可唯是关公关羽，拿把大刀给你。那我应该有匹马。好，嘿嘿，干什么？迷上了这种脏辫，这是我们团的这次公演的造型。什么时候说他今天要借用一下我的高马尾，因为我想沾一沾他的喜气，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。什么喜气，搞得我成精了一样，什么喜气啊。孟佳最近都自己开始化妆了。对，我今天稍微的研究了一下，就觉得还是很淡，要化浓。第五场公演赛制以及进行团战好看吗？顺序的抽签。你是弄什么发型？你弄，你第一次夸我，我哪有第一次夸你？你上次嘴巴的时候哭了吧唧那天，我也说很好看呀、啊。哪有说？你说了吗？我说了呀、啊，我说哦，真这个丑。哦，你哦就是代表是夸我的意思、啊、是吗？完了，我们两个同时出镜，你用这个机器用了好多次。对，哎。现在不是鹿晗，现在是关公。哦，关公亲我今天。哇，关公今天亲我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看我的女神，女神你要坚强，但你们女神就是我的钢铁战士。女神，啊，她是女王，她不是女神，她是女王，啊，她是女帝 ，I'm the king。穿了薇娅裤，到时候吊薇娅。这是我的服装，这是我们盾牌，到时候吊在空中，还不错，有一点帅，还不错，嗯，就是头发有点蓬，头发还没有高呢。希望表演顺利。现在前面的辫子要把它编起来。太热了，我可能会涂这个嘴巴。那天上台前吃了辣椒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彩排结束。看郁可唯在干什么？好看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不是圣衣姐吗？她说我的头发像臭鼬。那你今天是不是关公嘛？
你那我也不是啊。嗯。借了臭鼬的毛。他们的那个头发都是我的。都借了他们。借了我的毛。每一根都太细的感觉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这根不 OK 啊！你这根不 OK 咋的？你要放在旁边就，那不是更搞笑吗？你看看，满天星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衣服蓝莹的衣服。对，什么陈？他又搞这种少女的东西，一天天。怎么回事嘛？走个穴，我就是搞一点少女的东西，满足一下我的内心。今天我在化妆的时候，孟佳已经勒令我必须要把那个眼睛给挑起来。刚我跟沈梦辰要亲亲的时候，孟佳在那里，你当着我的面，好像要抓奸在床的。我今天的眼妆没有什么画，就是很简单。淡淡的大地色。好，我们要回去上学了。我们回来现场了，现在踩的是李斯丹利他们组的歌。偷看偷看。哎，我天，太热了。欢迎你受影响，后宫的影响。没有。欢迎你过来，欢迎你过来。我好害羞啊，怎么办？不要害羞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现在找到了小明哥的感觉吗？找到了，多姐，找到了小明哥的感觉。一个人要嫁一位。你们的衣服真的很美。跳了哪一段？就是无价之姐。这一段进姐的还没坏呢。无价之姐。我感觉左手右腿就这个太难了。啊，你是在主持？我是在给你们拉票的。哇。你这已经很多了。看到口红，李佳琦也走不了了。我觉得可以用红色，就是用。李佳琦推浆果色天银色。就是你把它涂得很厚，随便找了一支，我们家可以再选一支好看的，看就变成紫银。嗯，好，就照这个。真的吗？你会看到。哦。哎呀，好烦呐！现在全部人都知道了。他说我长得像关公。没有啊。对。嗯，没有，他只是没有前面两撇胡子。这就是我们三公的发型，做了一些小辫子的设计，编了一个白的在辫子里面。因为我们的这首歌是连帽，所以呢就是要有这些白色的元素在里面。我的妆容今天就是普普通通干净的，前面这个小揪揪我让它编斜了一点点，原本是编的这样正中间的。沈梦辰说，请问你是三毛吗？跟我那个表情包是一样的。呼，还可以吧，是酷 girl 的感觉。我现在要来吃饭了。谢谢我的 vlog。 Hello， 菲菲棒棒的。我也去吃饭咯。Hello 窦文熙姐姐，为什么来采访一下，怎么样？心情如何？为什么忐忑？老他说老板来了，老板在夸他。他这次是带着泰国团来跟我们。打下去，是，这不太好吧？他要把我们匹配下去，来替换掉我们。所以他现在是在打探军情吗？你老板？
我觉得我们要跟他 PK。很多人都是。对。Kitty， 哎，说到你就来了，真的啊。给纯金的，哎，纯金的你不会吧？真的不会。你看，暂时也不会。哎，什么你们？哇，你好大呀，孩啊！真的。两位女神，我声音姐姐给你。谁爱我的娇放放纵是吧？不要看。需要化妆师吗？对。导演，我们肯定跳完一遍之后，我们会哑去。真的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哎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希望我带着前进。啊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肿了。啊！我当时怎么跟晴天霹雳一样？跳都唱过了，但是这一次。这个摄像头真的是，我也非常的清晰。把我们甜的过程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太吓人了，干。